Hello， 各位同学，你哋好啊！又嚟到星期五啦，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！又系同阿礼物小姐见面嘅时候啦。今个星期有啲咩奖品俾你哋换领？唔好等啦，而家一齐睇下啦。第一份奖品系 Nikki 小蝙蝠弱时扣，同学需要用10,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，名额有2名。记唔记得咧？上个星期咧，礼物小姐为大家带嚟咧好得意嘅食蚁兽啊！今个星期咧，继续为大家带嚟一啲好得意嘅锁匙构造型、哦。今次咧就系一个小蝙蝠啦，你可以睇到佢咧可以张开翅膀啦，佢咧呢一双翅膀咧都可以收埋噶、哦，系嘅造型非常之精致，亦都可爱嘅。如果你中意呢一个小蝙蝠嘅话，咁就冇等啦，用 Smart Points 嚟换领啦。第二份奖品系。Nikki 小猫弱时扣，同学需要用10,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，名额有10名。如果咧同学真系唔系咁中意刚才嘅蝙蝠嘅话，唔紧要，我为大家带嚟一个非常之可爱嘅小猫嘅。而呢一只小猫咧，仲同近排咧人气急升嘅忌廉哥嘅颜色非常之相似噶，而且咧喺佢颈上面咧仲有一个红色嘅蝴蝶结，非常之醒目噶。如果你中意只小猫嘅话，就用 Smart Points 换领啦。第三份奖品系草原捉迷藏智力游戏，同学需要用50,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，名额有1名。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？其实这个游戏是一个狩猎行动的游戏来的。同学需要使用4片拼图片放在游戏台上面的粒球上面，然后用拼图卡盖住或者选取你要的动物图案。最后这些的动物图案和数量要和你手上面的挑战卡的数量是相同的。挑战卡上面没有的动物就要被遮住，你要见不到的。而这4片的拼图片总共可以有成3000多种的玩法的。每一个挑战都只有一个解答的方法。如果你都想试下这个这么好玩的游戏的话，那就不要等了，用 Smart Points 来换领了，无论去到哪都可以带着它玩的。好了，今个星期时间又差不多了，下个星期我们再见啦，拜拜。